中国风。好，来了，接下来有请我们绵阳队的各位。我们绵阳队又换衣服了，每天都有新衣服穿，真开心。 好，看一下我们韩月能不能保护好他的月亮队。我要代表月亮保护你们。韩月现在这个摇法像一个不老松一样。好，哎呀！别怕，在桥上我们就要先有底气。哎呀！ 哎呦我天！哎呦，这摔的！直接跨过三个位，但是还有一人。我知道他现在此刻的心情有一种恨不得下去得了的感觉。 还有15秒！哎呀！